大家好，我是尔佳。组合前结束法的快拍弹法也可以应用五声音阶来产生一种中国风的感觉。五声音阶指的是 Do Re Mi So La， 就是古代的宫商角徵羽。以西和弦来看，它的组成音是 Do Mi So， Re 是九度音，所以只要再加上一个拉，就会变成五声音阶。那怎么用呢？第一种是这样，左手先弹六个，准三，缩一，再缩一，再缩一。好，再弹一次，第二种是这样，左手一样弹六个，而且用跳八型，转三，哆来咪嗦，打哆来咪，嗦啦。好，再弹一次，我们现在用周杰伦的《菊花台》当作例子。第二种，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五声音阶式的快拍弹法，可以让你的歌曲结尾有一种中国风的感觉。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支持一下，非常感谢你。好，那我们下次见喽。